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，嫂子是一空姐。对，一个天上个地下嘛。真的，我就特别羡慕赵队，就特别幸福，有漂亮的妻子。对。啊，你看还有帅气的儿子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赵队，我跟你非常有缘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有个儿子长得非常帅，你先看一下，来，来，大屏幕。你看看啊，这是我好哥们李金宇，旁边是他儿子。哎，不是，你在旁边偷影是吧？你什么眼神？你好好看看，那不就是晨晨吗？那是赵俊哲的儿子，还李金宇的儿子。哦，我跟你说，不，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嫂子，为什么咱们家大公子长得就这么像李金宇？我跟你说，咱俩出去之前，他呀啊，还有李金宇的签名照片。是我当年比较崇拜李金宇。不是嫂子，咱们有点乱了啊，到底是崇拜我们赵队？但跟这孩子没关系啊。啊是不，我听说也有故事是不是？对，大宇是当时是抱着晨的时候是第一个，就是睁眼睛看着那个。哎呦，我跟你说赵哥，你我抱前都没睁眼。不是，你偷着乐吧，得回去看看李金宇。你说要不然一看我